钟老爸每日一句，第三十九集。早安，今天是世界捐血者日，捐血可帮助有生命危险的病人延续生命哦。早安，新周为快乐存档，为自己加油。早安，漂亮出击，让每一天从最美的地方出发哦。早安，让笑容带来一天的好运，放下心，别把自己逼太紧吧。 早安，愿您用清净心看世界，用欢喜心过生活。早安，静中见真境，淡中识本然。人善欲知音，心诚交善友。早安，吉祥。所谓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真正的智慧在悟看清自己。当在发掘对方的过程中，也等于是在发掘自己，成长自己了。祝周六六月念日幸福快乐。 钟老爸每天给生活的一点小鼓励，用简短的句子呈现。祝福这些小鼓励可以给各位的生活增加些活力。